you
天不养父，你是侍奉哪家的丫鬟？哟，我看您年纪不老嘛，说话怎么这么邋里邋遢着呢？怎见得？您不记得了？那年您回到天伯杨府与太君请恩的时候，不是小丫的我给您倒了杯茶，您怎么都忘了呢？哦，原来你是侍奉太君的丫鬟。不错，我就是侍奉太君的丫鬟杨排凤啊。你不在天伯杨府侍奉太君，到此做什么来了啊？哦，您问我不在天伯杨府侍奉太君，到三关来做什么？是啊，您瞧啊，就是那位老爷子怎么样呢？是探回朝搬兵去了，站在将台之上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劲儿的喧嚷。他嚷些什么？他啊，我来照他那个样儿写给您瞧。好好好，照样学来。是啦，您瞧我们二爷站在将台之上就是这么哦吼呀呀登。天伯养父男女众将听啊，成！今有小本官上坟插柳，被汉昌一马落去。若有能人将小本官救回，高官得做。这准哪马？太峰，实在你二爷将台叫将，可是你隐身呐、啊？我就说了，不错，正是我答应了一事啊。你隐身便怎样？我又说了，此时若有总爷的将令出得营去，把那韩昌手到而擒来。满太君他又说了话了。又说些什么？太君他说、他说孟良啊，
面前任上一门干亲，中国的我管您叫什么呢？这个要叫干爹。要叫干爹。干爹。好。干爹。起我们来了。说你二爷我来启程的时候，太君不是嘱咐您吗？让您一路上多照应我。一路之上照顾你不错呀。哪儿啊，您瞧啊，我们二爷一路之上把那个马呀打的是这么咯咚咚咯咚咚，把我的脚都给磨破了。如此说来辛苦你了。好说您呐。劳乏你了。没什么没什么。你大战韩昌但不知有何本领？若问我的本领，干爹元帅，阿贤弟，二哥。
怎么样了？韩昌小儿他在关外养马，歇兵三日，与元帅决一死战。那先帝之功啊，大家的功劳啊。二姑，元帅命你回朝搬兵，不知兵搬多少，大将几员？天培养夫，男兵女将俱未搬来，搬来一个烧火的丫头，名叫拍风。二姑，那韩昌小儿十分骁勇，你竟搬来一个烧火的丫头，焉能冲锋打仗啊？啊，贤弟，这个烧火的丫头与众不同，她的武艺在你我弟兄之上，不在你我弟兄之下呀。你上得官来，将这丫头是夸了又夸，讲了又讲，仗他人的志气灭你我弟兄的威风，你这是什么道理呀？哦，听你直言，敢是不服？我本来就不服。待会儿你就服了。哼，裁缝快点来。二爷，什么事啊？裁缝啊，见过你娇儿爷。是啦。裁缝与娇儿爷叩头。抬起头来。慢，不敢抬头。我叫你抬头，只管抬头啊。谢二爷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当时怎样的一个拍风，原来是一个黄毛丫头啊。我在天伯杨府常听我们太君说来着，三官之上有个娇赞娇儿爷，长得跟宗老爷子一样啊。啊，今儿个一见不像灶王老爷子。你儿爷好似哪路天神？天神哪配呀，好像是煤炭店的二掌柜的。蠢的丫头，你上得官来竟敢拿你家二爷取笑，我呸，吃我一顿暴打。啊，贤弟，此乃太娘差来的。哦，不可慢待。哦，向前陪过小姐。哦，她是太娘差的来的。啊、不可慢待，不可慢待。二姑、哎、你说的对，你就闪开了。海风，海风，方才你二姨是与你作耍的，你就不要哭了。你与我住了哭啊！我偏要哭啊！你要我哭，好，你就给我哭。不哭，那么就不哭。在天蓬阳府来到这三关则甚呢？你问我呀、嗯、我与那韩昌鏖战来了。你且住口。你看你小小年纪，上马我有拳头大，下马我有磕膝高，慢说是冲锋打仗，就是趁刀背点那马蹄也是不中用。
像海水不可斗量，此时若有总爷的将令，出得营去取那韩昌的首级，好比囊中取物，手到儿擒来。你说的是哪员上将？不才就是小丫头我呀。啊，是你呀、啊、嘿嘿，我两不救。两不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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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贤弟，听你直言，你是当真的不服？我本来就不服。好，你敢与他比武？比武就比武。慢来慢来，此番比武，你若胜过与他，将与兄则打四十军棍。哦，你若不胜，你便怎样呢？哎，二哥，哎，我若不胜那杨台风，将我则打八十军棍。慢来慢来，元帅正在用兵之际，打还你的腿，哪还了得？那么依你之见呢？依我之见呐、啊，怎么办？我给你个便宜。这里头还有便宜？此番比武，你若不胜于他，跪在他的面前，磕头赔人。二哥，哎，军营中打赌，可我有戏？哪个与你作耍？来，几张？哎，几张？几张？二位贤弟，你二人打赌，愚兄所以保管如何？哎，这个保管怎么样？怎么着？元帅您做保？哎哎，这个保官倒也牢靠。二锅请来。二爷，
堂，已与你家二爷还是盘州。不好！扎枪！不好！打拳！也都不好。嘿嘿，这也不好，是那也不好，你与你家二爷怎样的较量啊？二爷，我这儿有棍，我与您比棍法，您看如何呢？比棍法？嗯。嘿嘿，此地无有，此处就有。你起来。你等着。你起来。你等着。你起来。你等着呢。将趁手，玉二爷叩头。
手来，排风要是一时失手，碰着二爷，二爷您别怪。哎呦，哎呦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谢爷。排风，你来看，你家二爷这条汉子，浑身上下哪里经不起一打？你就依我。
师伯父。二爷，您招咋位？
得罪，我们这儿跟二爷赔礼了。你少打我两下，也就有了啊。小姑娘。